xin chào mọi người. Xin chào mọi người. 大家好，我叫小燕子，我来自越南，现在在河北这边，太冷了，今天，现在是-5°。我们这跟带着宝宝准备去老爷爷那边，就是我爷爷，我爸爸的爸爸，是小朋友，他叫老爷爷。我们准备上那边看看。在河北这边，这两天特别的冷，-7-8°，在外面有一点水啊，都被冻成冰了。今天出了点太阳，好几天没有去看老爷爷了，领着宝宝去看看老爷爷。宝宝很喜欢跟老爷爷玩，天不冷的时候，我们几乎天天都上这来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，这太冷了，虽然出的太阳，但是特别的冷。这给老爷爷，很长时间没有来看老爷爷了，今天给买了一箱这个蛋糕。我的宝宝都自己都进去了，这就是老爷爷住的地方，在这养了一些羊。耶、这就是我爷爷。爷，你弄这个做什么呀？教喂，不是俺们这个是哪的？好长时间没给你买好吃的了。这边还养了一些羊。咩。太冷了，手都冻红了，真的特别的冷，-5°。俺养了这些羊，这屋子里面进去看看。啊，给他老爷爷买的，非要吃。爷，你喂羊了吗？喂了。这屋里挺暖和的，烧了这个小炉子。哇，真的太冷了，这个脸手也冻红了。好几天都不出门了，没有想到一出门就那么冷。帅爷，这两天可冷了哈。就是特别是今天啊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冷。不吃，你吃吧，你吃了吧，你吃了吧。这吃。我不吃。爸爸。来穿穿鞋回家了，走。你不回家哦，那我走了啊。你不爱跟在老爷爷吗？走吧。我走了啊。那等一下你去跟老爷去奶奶那吧啊。你不回家我就回家喽。叫孩子回家，他不回家，不回家我就自己回家了。